修狼，修狼。这是我的地盘了。果然背光反倒会好。我的地盘，我做主。你天哪，我的一根假睫毛把撕下。把衣服脱一下。我的耳机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发出声响，我要那个一下。我感觉我耳机得去休息了。我耳机是那样子放在那儿不用，然后一会儿电就没了。所以、每次用的时候我要给它那个。每次用的时候就不行。220。先等我一下。啊，要倒，要倒。什么？手机要倒。等我的，我把这耳机装起来，不然它老是发出声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里面有那个。哦，有油锅。有吃的，有喝的。我刚刚应该看一下，我里面有什么东西，忘拿进来。有那个，还有那个，还有蛋糕，带回来一个小的。哎呀，忘记拿东西了。对，洗了头发，所以头发变成粉色。忘记看了，我还没来得及。在门口。对，在门口。你们给我的东西，我还没来得及拿，就在门口，在我放门口的，没拿进来。应该是南洛尔的猫。这脑袋上啥呀？边吃海底捞边看，怎么大家都去吃海底捞了？喝两口。瘦脸没有，我没瘦脸，都说了是这个口袋自己的问题。对，其实你把瘦脸关了，它真的有问题，关到头它也会有一点点瘦。拍的人很丑，不喜欢。怎么瘦脸又加重了？我真是一点都没加重，我就反应过了。你们要，我觉得我们反应没有用，不然你们去反应一下吧，好不好？不要让他再开瘦脸了，让他磨皮加重一点。他现在磨皮，他不是磨皮，他给你锐化，然后加瘦脸，搞得很丑。有春联吗？可以后天给我。想借春联。我没有买春联。播到什么？我看看会播到什么。你们关系就这样播着。好好还没拿吃的。Hello. 你们送我的东西在外面，好想知道是什么。我想知道。哇，好大一箱。没有，我怎么会坠在这儿呢？坠到就在这儿。安保。让我去拿，那儿光不好，你要不要一排这样子？我们刚已经试过了，你试一下。我最近牙越来越不好。等我一下吧。你去拿。小碎。16号没换呢。本来想和庆姐换，拒绝了。庆姐说她也可以拒绝。那边感觉已经没空了。有，我来中间。你在这儿，你可以的。哎，看见你了。谁看到那儿？刚刚好。谁开包？来。这是离得有点近了。刚刚好。这样子刚刚好。山海啊。哇，好漂亮哦，小狼，好漂亮。你听得懂吗？我在夸你，小狼好漂亮。我不能直播太久，我得跟他们说一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得拍视频。这是什么？如果不太久，这是什么？吃的。这脸上的钻是这个。我看有什么。我老刘这个一整个钻的边角料。哇哦，各位。确实，螺丝感觉到年后年前是。是甜瓜。估计是我，是我。我先把这个支架装起来。我感觉我已经看完了。新买的吗？哈哈。哎，我也有这个。是吗？这个是不是不好用？还行，我的被刘璇借走了。刘璇过生日那天借了我的支架，因为我支架太多了，就送给他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等我把这支架装起来，我去查查。
感觉我感觉一年没见到我了。不是才，这不是这样子的吧？这应该不是。嗯，你看这头，你看这头呢？嗯，啊，对对对，这样的。哦，但是还得转。对对对对，套套上，从上面套下去，然后转。嗯。哦。其实这支架挺好用的，我楼下就有一个。是吗？嗯，用来刷抖音的。嗯，楼上。对。谢谢谢谢奶茶。粉毛。你都给我取了个简约的名字叫粉毛呢。简约。同志们，我已经看完了。简约不简单。哎呦，感觉都是大红色的，是不是？嗯，都很喜庆哎。我都看完了，跟他们说一个衣服。其实就才半个月没有直播，然后两个甜瓜，都是那两个甜瓜是哈密瓜，两个大的哈密瓜。太沉了，同志们。我觉得固定不住。谢谢 KSD， 然后还有我只拿了小东西。这是红包 ，K S D 就是。那那你大螺丝太大了，我这个不好紧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不行，这个小小的地方，这是我的地方，勉强可以。给你看一下，是拉拉拉拉来了。哎、我把我的衣服，这瓜子味儿，这瓜子好茶味儿啊。好茶？嗯，尝一个，感觉像在骂人。就特别。我从这里进来的，这是哎，等会儿啊。这个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灯开关。嗯，这是拉一下，拉一下，像以前那种拉的。哦，这是我的小沙发。哎呦，然后这里就是那个床头柜跟灯了。我早就搬到三楼了。我已经算在三楼住这么久了，你们我搬到三楼去了。我想去，等一下拍个视频，如果播太久，然后再拍视频，然后我再洗刷再剪辑的话，可能就会太晚了。哎呦。鲜玫瑰花和巧克力。算说实话，这个格局现在显得屋子不是很大，有点烦，所以在想有什么办法让屋子显得更大一点。你化妆包带回来了吗？地垫还没有完全铺完，大部分都铺完了，只剩一点，真的很久了，好久不见了吗？其实我感觉也没有很久，但我感觉我最近才把作息调整好一些。感觉这样子搞完之后，地盘变小了。就是我的抖音，主要是一公演回来就已经还有刚有些袜子，要平时我这点已经睡觉了。嗯，突然觉得这个茶味瓜子好好吃。但是明天我就要把这个视频发出来，所以就感觉比较赶，有点担心。我住不了单人间。不错不错，但是这种娃娃哇很长。有粑粑味道。长娃娃。不会有小猫干坏事了吧？我没闻到。我也没闻到。不会是刚拉的吧？有，等一下。那从你那边传过来的，是你妈？哦，是他吗？那么可爱啊！哇，好臭！哇，是他，我不知道是谁。啊，为什么拍我的缸啊？这个是谁啊？我没有闻到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嗯，我得去。好像不是男宝身上的，我帮你闻过了。好奇怪啊，这个摄像头好奇怪。这个是什么？甭看看。哎，这是小飞吗？哎，母鸡。那怎么这样？好羞涩哦！我擦擦镜头，都感觉模糊哎。嗯哼哼哼哼哼，就是这个味儿，桂花奶茶。怎么了？不要吃小狼！我刚刚靠近小狼跟小碎的时候，也没有闻到。不播太久吧，好吧。你们点了外卖呢？我点了。镜头带个鼻塞。点了好多好多串串呢。哇，点了四个生蚝，然后点了好多串。这也是红包吗？啊，这个怎么开的吧？放的红包吗？这是红包哎。我吃光了呀，这个瓜子，啊，吃光了，嗯，啊，还有两颗，好，两颗，一人一颗，我一颗，你一颗。介绍零食，今天拍一个介绍零食的，你可以让我帮你尝吗？给胡颖，我没有，我没有猪猪瓜子神器，那是胡小慧的。我刚拿了一些吃的，在那些零食，尝一个。也贪吃猫的奶茶，
但是那个说到什么礼物，总感觉那个这个小锦囊，快蓝抱抱锦囊里是小蝴蝶酥，很小。我蝴蝶酥没吃过合的，手链的，我只是手什么东西。这个好漂亮，我真没闻到，是不是很漂亮？但是它四个，真没闻到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可以用这个红绳。哎，这是谁的毛啊，慧慧？这猫有毛线，不知道是谁。真假的？嗯，是哪个？它毛是一坨掉的，拿出来分析一下。我来看看，我就知道是谁的。在哪儿？在这底下看到吗？那就说明我那时候，那我可能真的有一点毛线。好小啊！我看，感觉像暖宝的。像暖宝的。小狼的吗？反正不是碎碎的，看这样不是碎碎的。嗯，虚假的吧，宝贝。嗯，确实像猫癣粘在一块儿。嗯，是玫瑰的，上面很这个毛也太陌生了吧？不会是哪一件衣服上掉的毛吧？这个猫超不，这个毛超级陌生的，这是不是猫毛啊？万一是谁的衣服？对呀、啊，这也太不像猫毛了吧？玫瑰花的味道。有点像香花饼的感觉，嗯，好香、啊，感觉不像猫毛，它的触感沾我鼻子上，触感不一样。抱抱蛋卷，也就蝴蝶酥，蛋卷，看看蛋卷，红糖原味，嗯，好喝。那个不是猫毛，是，不是？那你说是什么？不会是别人的劣质衣服吧？真不是，真不是猫毛。但是我感觉除了猫毛，想不到别的东西。哎，你看哪有？毛毛这么短，我们暖宝的毛都比它的长。万一是脸上的呢？但是脸上不至于掉这么一大块吧？不会是谁的劣质衣服上的毛吧？嗯，不知道。谢谢小脸秃了，我想到只能想到的是小狼。小狼以前脸就是秃的。我看过这个照片，我操！他们剃了一个墨西干头。哦，一个小袋子。也是静安，怕你过年回不去。谁要是静安、啊？谁要是静安、啊？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跳第一首歌《迷宫》的时候，我鼻涕流下来了，好尴尬。哇，红糖的味道好重。谢谢他这么一点，谢谢你。哇，感觉都是甜品。然后我就这样，好吃吗？背过去伸。每次想耍帅的时候，总是会出现这种。咬嘴巴的。很好吃啊！谢谢一脸正经的宣战。那行，那我给你表哦，这是蛋卷。嗯，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别人直播卖的一个大碗是你看饿蛋卷，不行，其实本来就有点饿了，然后点外卖。它那个蛋卷外面是一层像那种奶枣一样的芝麻味的。那我先不拆，两味道都差不多。这是年糕、谢谢，赶紧吃西珍。我看了年糕，怎么了？豆年糕。我看了直播，虽然他没有拍到，但是我当时想的是，哎，我的搭档呢？我怎么没有搭档？我们搭档的新的码不是都带新的吗？我根本不知道，你们俩怎么跳了？不会我的带新的，因为我跳过好几版，但是我一版也不记得。最后我跳了一版，是这样子的耶。所以这个带新是按区算的还是按年糕？跳我腿上要真的是不是？跳的那个。那怎么吃？还是这样子跳的，因为这个印象中它是这样子跳的。是一家吗？但是我完全不记得我之前是怎么跳的了。这个抱抱蛋卷，太好吃了。炸着吃，蒸着吃，煎着吃，那应该用微波炉也可以包，好好吃。但是就是感觉就是红糖味的，就是红纯红糖味的。我不知道我回家要不要隔离，我还问问我妈要不要隔离。跳得很好，真的吗？哎，我去年回家就没有跳来着，完全没有印象。去年回家就是跟我没关系，这个脑海里全部都是当时，就是原版的那个，大家就是在麦克风前面嘣嘣的跳什么味儿？谢谢小车的夜蝶。不会要隔离吧？不想隔离。哦，还是个娃娃。隔离完14天。这个年就过完了，我有好多娃娃了，真好，太好了。来看看我的面包都有什么，是别人送的。哪里疯了？先吃了周周的一个面包。刚听到了，就说面包下去。你没有听过、啊、这首歌？我打让我去拿，我就拿了一个看起来像牛角包的面包，结果很硬。原来它是像碱水面包那样子。哎，好好喝这个。开普勒，这个也188A的奶茶，是不是？会不会啊？这个反正叫这个名字吧。科普乐好吃吗？科普乐，对，科普乐。
谢谢姐姐。今年应该是徐玉昭吧。白天应该不会，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可是去年就是在日照过年，好冷哦。这也是我爱吃的那个。吃咸的，好冷。黄油盐面包，这个好好吃。你饿了？后面让我吃，姐姐有没有吃过？没有，尝尝。黄油盐面包就是那种啊，这是我吃的，刚刚你说、哦、我吃的周周的那个是吧？没有什么、嗯，哇，还有一个这个的，这是什么的？这看好吓人，感觉有芝麻的。我感觉又要把它吓。你刚刚形容它是什么味儿？有碱味儿，不是，就很好吃。给你咬一口，就它，哦，有嚼劲。只能我替你吃了，你别吃了，晚上长胖。细品的那种，越看越饿。确实，我觉得甜点在我这就没办法。你叫黄油盐，你们到家了吗？去机场的人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，我替你们胖。你应该没听过。花花，拿你手机放个歌好不好？哼，这个时候知道了，知道让我拿我手机放。高中以前不是很恐怖吗？这个是黑芝麻，因为我的那个 pad 没有电了。这是刚刚寄给我的，这是什么来着？而且玫瑰酥。而且日照有很多网红。嗯，对，我安利了好几首歌，真的吗？很棒哦，我听的歌，我唱的歌都是很老的歌。嗯，就是为什么我不唱现在听的歌？是因为我现在听的歌，那我肯定不吃，我都不会唱。他不吃，我都是随机播放歌单的那种。嗯，他不吃。鸭子的歌叫《丑小鸭》，旺福的《丑小鸭》日照下的。他有一个舞蹈，我本来当时偶尔会上去，想要来吗？公演的时候跳的。你，我音准很好吗？我们老师也说我音准。哎，暖宝在桌上，我才感觉到这不会跑掉，但是他能听出来，我怕破音。我确实怕破音，因为我比我们看一眼这个大家说宝的大头，你唱歌就要像你说话一样，好可爱哦、大头好。但是我说话就不会用，好呆滞啊！我说话都是用嗓子说话，啊、所以唱歌也经常用嗓子，还有瘦脸就很容易嗓子很费嗓子，这个瘦脸容易哑掉，你看看，怎么会这样？嗯，跑上去吗？今天也想。那么不知道我在需要什么，我放在他的就是我的气，而且我唱歌没气的原因是因为，我唱前两个字的时候就把气都放完了，好呆。我知道我跟你的滤镜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用了那个胶白，有个毛毛，哎，不是胶片，你看这个毛毛很长，这么长，这还瘦脸呢你。你叉叉往下瘦，瘦暖宝的毛，揪我们暖宝的毛，揪了一撮，看，刚刚这个毛这么长，暖宝的毛都这么长，暖宝你脸上的毛给姐揪一下啊！别揪了，揪好几把呢，怎么还？感觉像是暖宝哎，是不是故意的？感觉像是暖宝，别揪了！哎，揪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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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给人家梳毛，你还不让我给他揪毛了？你不梳和揪是一回事吗？你觉得你都能揪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揪？我什么时候揪了？你当然揪过，你自己都不记得了吧？我哪里揪了？那么粗鲁的人，好多好吃的呀。好了，不看不看，开始直播。什么？我边唱歌边跳舞，会不会上气不接下气？还行吧，这得看是什么舞了。这是什么舞？感觉像芥末的，要不要尝？不是吧？奶茶。也再也遇不到我啦的奶茶，还有手工拉面的奶茶。尝一口，尝一口。哎，这个我们是不是吃过呀？脑筋急转弯答案就是，他那两只手在闻，捂着鼻子。啊，不对，白草莓的。我的打不对不对不对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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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到了另外一个，我想到了另外一个，嗯，我知道了，我刚刚说的不是，是吗？嗯，答案是，因为那个小伙子叫武松，感觉有点像，就是上一，我想到另外一个脑筋急转弯了，想到那个是毛毛虫在一个，嗯，那个毛毛虫有八只脚，它在一个牛粪上，为什么只有六个脚印儿？嗯，我睡吧。这就是我心里的棉花糖，大棉花糖。谢谢小狼小弟的巧克力。嗯，不是，是开心果的味道。嗯，因为我上次去吃了开心果，觉得很好吃。嗯，是不是？忘掉了。
因为我想不出来这个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他另外两只手在捂着鼻子呀。哎呀，谢谢他名黑白的戴安娜凝视。小碎、开心果，宝贝。嗯，就是开心果的淡淡的味道，很 nice。好冷，本来就是冷笑话，本来就是脑筋急转弯这种东西，就不是让你开心。这是民宿的夜店。嗯，好烦呀、啊，这个头发，我今天脑就是公演上一直在搞它，因为今天这两个姐姐不是经常给我们做头发的姐姐，然后她老是这样子，我跳舞的时候她经常会挡住一只眼睛，好难受。嗯，又有点像什么东西、啊？这个，你长的是什么味道？因为太甜了，所以哎呀，感觉尝不出来，不能细细的品尝这个。哎呀，这个好可爱啊！嗯嗯，你看它好可爱。像 never 的时候，挡眼睛。嗯，我跳拉蜜的时候也超级挡眼睛，所以就把后面两手就把它收起来了。是谁在磨爪爪？嗯。上面是鹅肝，你们没吃？哎，我怎么没尝到啊？哦，这个这个哦，那我没吃到。我就说我闻到过腥味儿。哇、哦，怪不得，我觉得它太甜了。四十多重，四十有14斤吧，差不多。好大一坨。是还不错。哎，你看，今天尖叫声没有可长。不要问。嗯。你给四十腾个镜头。小碎，嘿嘿，天，昨天暖宝不是一直在我床上睡觉嘛，然后因为我没法睡了，然后我的床上因为有好几个娃娃，我把脚伸上去之后，当然是碎碎，他就没办法，他只能睡边边了。碎碎有14斤，暖宝估计也就12-13斤，暖宝也快14斤了，真假的？嗯，好了，你俩先15-20，然后15-20十，15-2020，啊。我们石头剪刀布，我不会这个。啊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谁输？等一下我没看到，两把都是他输了。那3局2胜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你跟我一起去。走吧，走吧，一块儿。那，哎，那让小碎帮我走了吗？我想让小碎给我们播。等一下。好，让小碎。小碎过来。好，这个镜头就给小碎了啊。等一下，那是谁啊？那是小狼吗？啊？怎么了？吐了，好像。他是不是吐那儿了？是哪？是吐毛球了吗？还是吐了吐了？你看这一坨毛，那就是暖宝。不是，你看这毛能是暖宝的吗？行，你这是新郎吗？你给擦一下呢。新郎新郎，今天是我们讲完了。为什么他们的屎都裸露在外面？所以才有一股那个屎臭味的。怎么没有煤？走，我去拿东西哦。嗯。人们深深的谜语已经被解开，小碎，莎士比亚的对白不再精彩，伊丽莎白泰勒的眼眶留下埃及艳后古老的眼泪，拜拜，飞快而永远，只有身体在狂欢，心就没负担。小碎，烦人。我的 pad 没有电了，没办法给你们放歌听了。
我们来听一下哇哒哒吧。怎么啦？对，得用 Q 音乐吗？嗯，版权在哪里？照顾一下这个镜头，再照顾一下这个镜头。烧烤的味道，又屎又屎，我天，又要再吃一次。啊，这是绿种的，哎，这，这地方红色，给我吃这么费。啊，我没有闻到哎。有，门口有，门口有吗？可能我实在是鼻子不透气，有一个，我嗅觉不是很好。嗯，好香，好香，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哪家？隔着屏幕看都能有海丝，那你今天在哪里看到我了吗？还是什么时候看到我？好想吃烤焰果啊！突然，在这里。哇，这里回北京也没吃。姐姐点的。看看，把它留下。我的大，我的大。嗯，想要一个盘子，就是叉子之类的，或者是筷子，筷子。我就帮我拿个筷子或勺子。感觉串都在那儿，好，现在就看着我了。嗯嗯，给蚊香大。现在还大吗？我已经调成小流。现在是一个声音大吗？嗯，合适。还是想吃这个奶油。哇哇哇！这开心。好多玉米的奶油，它都是只能试穿，试穿了变。确实是沉浸式吃播，筷子比较方便。哇，你吃玉米还是什么？吃个玉米先。先吃玉米还是？我刚刚就我每次都不知道在吃什么，刚刚本来想点咬到了上五花肉，太狠疼。这玉米好硬啊。嗯，粘玉米。但闻起来好像。饭不够吃，真好硬。好了，嗯，奶茶。嗯，你吃不了这辣。它能闻到香味吗？好可爱啊！这好可爱。谢鸭肠，谢十月的野蝶。这鸭肠吗？对，玉米不好吃，我感觉还行，就有点辣。这是微辣，我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是在湖南。当时我第一次知道玉米可以这样子串，这烤玉米也太烤玉米了。这烤玉米也太烤玉米了，不会都一般吧？我感觉很有可能。我尝了这个，我惊呆了。我吃过一个好吃的鸭肠，因为小时候我感觉铁板鸭肠好喝的，嗯，就是铁板鸭肠。所以那时候，嗯，这个肉也很一般。你们记得吗？那时候小穗身体不好，但是在医院住院，我下了工也去看他。我刚开始来到上海的时候，那不是晚了夜里。
12.1元，它也是一个玉米。现在都是，但是有汤，我感觉。完了，我俩感觉不太好，就感觉医院下面吃了一个，不太好吃。直接点的。要了一些那种铁板串。天哪，他为什么要搞锡纸啊？让他防止它漏掉吧。而且这样的话，它的味道。哇，太辣了，很冷。在里面。大冷天的，在你底下。呜呼，呜呼。哎，这个看起来不错，但不知道好不好吃。那个、是这样吃看起来还是不错。嗯，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想吃小龙虾，结果发现这个你要在这吃也没有鱼豆腐，很少、啊。我想吃鱼豆腐。哇！我要把蒜蓉都放上去，这个一定非常的好吃。要不先等你吃完了吧？应该不烫吧？我很怕它烫。我觉得应该不烫。但是不一定好吃，怎么全是合理的？谢 TSD 六六的权杖，又甜又辣，尝一口。好吃、啊。但是说不上来，有点咸。对吧？越咸，越咸。没有粉丝，谢2084BB 的奶茶。你饿了？天哪！那你先躺床上了吗？躺床上的话就确实也拒绝了妹妹，忍一下，好搞笑啊！没躺床上你就起来吃两个。你看这首歌啊，门没锁，它名字叫《贫困儿子》，对对对，好过分。他在抖音很火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是他的歌。不是他重点，他直接把人署名署成贫困儿子，人家是没名字嘛。确实，吃一个。哎，这是毛肚，尝尝这毛肚。这个肉。感觉他们家串真的很一般。好一般，这个肉的。来过没来过？我不是羔羊。为什么要说这句话？谢谢奶奶的荧光棒。下次换一家，确实。一首歌，我感觉海鲜还可以。这头发真好烦，非常不好吃。都不好吃啊，为什么？是没味儿。我觉得他家是因为原材料不好吃。真的吗？还行，就酱不好吃。给你充电宝。噎得耳后。接一下。有空玩这一碟，跟一个面吃好不好？面，什么面？泡面、碎面，可以啊。哎呦妈！咋了？我感觉你得搞个什么东西，搞什么？就这个吧，这个吧，这里什么？挡上就看到，记不住。以后也能，应该会吧。看美女自己也会变漂亮的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特别喜欢一个人，他的蒜蓉都歪了。你有时候可能，就是如果你，我感觉他那蒜蓉跟他性别一样的话，你可以稍稍磨它一点点。啊，这好难，因为我没有这个试过，我只试过让睫毛多长一点，就是涂睫毛生长液。好了是吧？退出去的意思。为什么会流鼻涕？我不知道，我一吃热的或者辣的就会流鼻涕。他们说这是过敏，怎么办？有用吗？有用啊，但是有用了。睫毛生长液有用的。你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啤酒？喜欢的模仿不来，那你模仿一个，你能模仿的来的吗？我到这里边，完了，这还只播了一遍呢，这歌就是重复。嘿，模仿我应该整容。谢依霖静送的红罐，你就化妆嘛。你这里面没有喜欢的歌耶。我也不知道，这是一个面包。尝一下这个。用完会让我们听长长。哎，他这个推荐里面有我的电台耶，我们来听我的电台。你的电台？是歌吗？还是你的电台是歌还是？是歌。最懂你的华语推荐。宝贝。哇，好辣。也罢。哎呦，
尝尝尝尝味道就行啊。嗯，可能只有肠才好吃。那底下有什么呀？我吃到衣服上了吗？没有吧。你不吃吗？鱿鱼。鱿鱼。嗯。在这儿呢，你看到了吗？这鱿鱼有点腥。嗯。感觉这家的串真不好吃。吃不吃？那还可以。我就是这种。吃吧，你不吃的你走吧。你走吧。来吃鱼豆腐，好吧。没有哪家能把鱼豆腐做的难吃。呦，好沉啊！真的吗？哎呀，还有，因为鱼豆腐本身就好吃。还有午餐肉。哎呦我天！又看了小屋的礼物，我感觉我刚刚什么东西掉了。鱿鱼。好。哎呦！走了一圈，他不是变了，他可能不喜欢吃，因为给他的皮。嗯，那35亿的礼物。是啊，我今天跟大家说，我说我感觉还好，今天没有非常累。所以说可能是因为我肌肉更厉害了。为什么？我不行，我上完30我都已经虚的不行了。我今天也没吃这个，因为没有味道，我有点划水。今天我们竟然半个月不跳公演就这样子了，今天跳舞的时间很快，真的吗？我怕你们听睡着。谢谢，没劲儿，跑来看看的奶茶，还是有感好喝。明亮不太少了，真的吗？今天因为之前我是吗？我感觉好像80个就够了，我感觉大家都就是有一种大家要睡着的感觉。我不是说你们啊，我说我之前看到的，所以我想着说不用准备很多首。为什么会流鼻涕啊？我知道我在做人。这个花椒感觉不像炒的，像煮的。我觉得，哎，我感觉它像汤里煲出来的。嗯，那我下次可以多一点。嗯。我觉得我们明年的排队吧，每年新公演，那我新年回来就会跳公演都会特别累。那一串如果你愿意猜猜，不是红油串串，是烧烤。明年明天多长？是烤串。吃哪个面？有什么面？我也喜欢它的标语。可以吃拉面，都有点单，还有那个番茄面，写爱语的荧光棒。还有那个韩国的那个，我那天不是跟你们说看别人直播吗？还有，哎呦，想吃不辣的，那吃浓鲜拉面行？可以，或者是这个茄皇，嗯，茄皇也行，那就茄皇给我，嗯，对啊，然后昨天有点辣的，是昨天吗？还是今天啊？不记得了，还有直播了。感觉反应更大了，一直都这么大。有什么心得？嗯，这就喜欢了。感觉我用不上，但我忘了别人割过了都。番茄味道呀，好香的。他让每个人都叫割过。那我学不来呀。我也学不了呀。然后，后天去吃。为什么我当时看了呢？是因为我当时看他的视频的时候，我觉得。就是它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，就我看直播的时候，就很少有那种，我看直播的时候反而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的，就是你可能可以多点点他们家更好的那种感觉。他们家一般都是我看人家视频，我觉得很好，一看直播我就觉得啊不喜欢了。我不是被喜欢叫哥哥啦，跟这没有关系。他送了我一个叉子，嗯。以前没有吗？两个姐姐一直在给我拿吃的，哦、中奖了，好，再吃一个。今天幸运的一天。我也没有发弹幕让他叫我哥哥。No， 已经幸运了，就不能再去买彩票了，因为今天彩票已经用完了。好吃是好吃，还挺辣。哎呀，好在意哦，这个地方。我要吃毛肚。哎，小狼。大家好，好像不认识他，好久没见了，是吗？有一种口红
到这儿的。仔细思考，脸上还没有完全好吧？还是这块？就这块？这一块跟这块？这里脖子是这块。哎，是姐姐，不是你的姐姐。那天我从姐姐那儿拿了一管药，但是你们怎么知道我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？忘他屋了，忘记拿回去。小兰瘦了好多，真的吗？这个多好吃，感觉那个串儿不好吃，没感觉。噔噔噔噔噔噔。我感觉这个玉米是肠胃不舒服吧？应该。我经常会肠胃不舒服。是吗？芒果蛋我是肠胃要是不舒服就是特别特别不舒服，肠胃不舒服就不想吃饭呀。对，你看这一碟，嘿嘿，哈喽看修狼，修狼不闻，哇，这样看修狼好好看，对吧？侧面很好看，嗯，我也经常会被他美到，完了。经常会心动，他的他连尾巴都是血。哎呦，小三，今天就是一个安静的吃播，对，很漂亮，暖乎乎。你看我这样笑。嗯，没有地震。姐，我问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看看屁屁，屁屁没问题。纸，不在这儿，你用脸闻闻。确实是嘶哈嘶哈。嗯，你还行。那你怎么了？你也没拉肚子呀？你不舒服啦？也给我一张，还有吗？还有一张，好，好，扔掉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你看着你那个，就是别人弄着自己家小猫咪要干嘛的时候，你会觉得no 就这样。但是自己家的时候，就是真没感觉。它是酒精的。我每次看姐姐给出一群擦屁股、擦屁屁的时候，我都。啊，但朱一群的屁股真的很恶心，真的很恶心。我不要给我看，是种超级恶心的屁股。嗯、有这个吃不下去。结果小狼的手机就没什么。我没有给他擦屁股，我很少给他擦屁股，因为他不需要。我播到一点就不播了。我也是，一点十分吧，最多。播到一点吧。嗯，小毛，小毛。是不是很漂亮？就是很漂亮，漂亮呢。看呢，漂亮漂亮。确实，这是一种。别怪，别碰我。看脸，脸脸，好撑啊，脸脸。多漂亮呀！啊啊！谢谢小老太的权杖。这什么歌？说一声抱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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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一股酒精味。你去玩吧。他根本就不理我。哎，妆都被我擦掉了。嗯。他眼睛变好的时候就好看了，失恋那个吗？显得不脏兮兮的，真的吗？嗯，看我的手没关系，不粘人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多，是不是嘛？嗯，就是。妈妈，我的手这怎么能是一套的呢？什么呀，手？你看，这是一套的。确实，一般人的左手都会比右手白。真的吗？嗯。啊。就是真的是这个。你的右手用太多了，啊！我看看你的，你这样，你在这攥拳头呢。因为我这边没有、啊。你跟我差不多，我俩手好像啊。嗯。就是我比你黑。哎，真的好像啊！但我比你黑。怎么了？我们俩的手。你不感觉吗？就是
是上下一样粗的、啊，你不感觉吗？嗯，好像是。真的好像啊。但是姐手比我的手这块大，这块。这块是吧？嗯，对。但攥拳头又一样了。狗屁一样，是不是？攥拳头我比你胖了点。我这儿。对，你的谱比我大。他的谱。他说我的谱比他大。他的谱比我大。就是这个，他说我的谱比他大。你这样看，一般人这样都挺差别挺大的。嗯，那好像也是。对啊，但我总感觉他不是一对儿。你看我的，就是你看我的，他才是牙牙。对了，我唱那首歌，他是这么看的话都有点大。嗯，他是要这样子的。说明我游泳快。完了，真的有戳中我的笑点。你游泳快，他说我游泳快。太好笑了，可能上辈子是个。要再唱一下吗？不唱了，不唱，不唱，累了，累了，唱一天了。脚蹼，确实，就是真的是脚蹼。一开始空耳听成爸爸，等等，不行啊，青蛙是呱呱，跟唐老鸭是，不是唐老鸭，鸭子。我今天早上起来太无聊了，不知道看什么。怎么发生的？最近有一些剧花。我就开始看猫和老鼠，结果发现猫和老鼠它前面140多集，我那个时候发现它们的样子和前面那样子不一样。好奇怪哦，姐姐，怎么了？我刚感觉我在啪啪的时候把我嘴巴里的东西都吐出去了，但我没找着。你没喊东西？对，感觉它们为什么画的不一样？开端是什么？是电影吗？还是这里面有人说开端男女主，那个，谁演的？赵今麦。哎，我，嗯，感觉我刷到过卡，但是我忘记了。白敬亭跟嗯，啊，开端谁演的？但是那个剧它不是那种预知，刚好可以追剧网剧啊。哎，其实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那个。好看吗？我是因为看了，到现在都没有看过那些片段，就是张一山演的那部叫什么来着？是那种余罪、哦，太好看了，我跟你讲，太好看了，好看吗？我太沉迷，因为我比较少看这种类型的。余罪真的很好看，现在还能看到吗？不知道，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看，但真的很好看。余罪，也充电完成，我感觉应该挺好看的，好看，啊。除了余罪，还有一个网剧很好看，叫《换脸》，换是一个火字旁的那个换，也很好看，现在他播的特别好看。第几集了？下架了，看不了了，余罪。余罪真的很好看，对对对，是我第一次感觉网剧质量高的。对，就这个换脸，换脸也很好看。上瘾不能是张一山演的吧？上瘾这种戏，我怎么印象当中不是他演的？上瘾没有。我也想等他播几，推荐一下孔雪的《潇洒佳人淡淡妆》。上瘾是谁演的来着？明天有什么事儿？总感觉有个事儿，但想不起来了。黄景瑜，嗯，许魏洲上演是什么剧啊？黄景瑜和许魏洲也是那种剧吗？哎呀，说那，吃掉了。啊，完了，我太差了。你们现在休息了吗？明天周几？周六。我看完了吗？我不想看。我喜欢看什么剧？剧。我喜欢看。其实我不太喜欢看。赵露思的那种。你们现在要休息了吗？赵露思的那种小甜剧、虐剧。有点困。就比如那种陈芊芊那种，我太爱了。我觉得都不如二次元，就是你小说什么东西写的，他形容的这个人有多好看，这两天特别可以想象，确实就是越拉越想吃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把一个人摆在我这里，他势必不会符合我的审美。那我一会儿下播吧，反正后天又能见。我感觉都挺搞笑的，我喜欢那种就是沙雕女主，就是那种穿越剧。是因为我原本没有看这本小说，所以我看了这个电视剧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主要是因为主要是流鼻涕。那个平凉的人设啊，各方面我都挺喜欢的。好困，这个时候困吗？感觉还有一口。它下面有个东西，嗯，是那个葡萄，是不是？青提。我感觉乖的奶茶，我的哦，好好喝这个。这是哪一家呀？我的苏点好像就是，哦，上海太阳宫店，就是那个黄油与面包。我的苏点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。FC
辣到我分子果汁，哇，这个好，这辣的我嘴疼。哦，是这一家，我知道。喝水。谢谢唱。就是每次导自演那种抖音短剧。另外一个角色更好看，我有点笨，角色长就像喝个饮料，我就会觉得那个呢，那个能喝吗？冰凉那个角色，但是那好像很酸，看到吗？嗯、那那个奶呢？就喝那个，我先喝我那个奶。这个哦，我知道你他的啊，那个很好喝，张雨欣你知道吗？他那一罐，我说我想喝一口，他喝完了，就这一整罐他都喝完了。对，就昨天一下子一整罐都喝完了。嗯，一个小樽，给你，因为太好喝了。嗯嗯，今天看现场你们 MC 好，用一个嘛。嗯，我还觉得今天 MC 不太好笑。我这里面还有玻璃杯的，有哎，昨天喝的那个好像有哎。还给你，还给你。这是咖啡杯对不对？嗯。他的咖啡杯只能他用，我不能用。我想还想买个豆浆杯。不是，这是用来弄咖啡的。等会儿就是要不然挺浪费。对啊。哎。就是我感觉今天就是青龙跟陈岩能跳舞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。不是你知道吗，哎，是什么神魂颠神魂颠倒你知道吗？你喝了没？我还没喝，我喝一口。是的，然后我看那个，我看青龙左手伸了很久了，我就把他的手搭在了这个陈岩南的肩膀上，然后两个人开始激情热舞，在旁边给我看的太快乐了。现代牧场码头搬运工的爱情，确实这戏码就很那什么。没喝过葡萄的，只喝过这个，我可以一人喝完一。天哪，我现在感觉怎么办，我觉得这码头兄弟比这个清闲好喝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会这样。谢谢羊肉串的奶茶。嗯，我要流鼻涕。我好喜欢码头兄弟。受不了了。嗯，码头兄弟我感觉是不是感冒了吧，可能就是为什么叫码头兄弟，是因为上次老刘给他说，哦，他俩说他俩上码头卸货的，没看见。确实码头兄弟太好磕了。没有呀，我先申请码头兄弟饭桶了。一点都冷，就是太对，就日常流鼻涕。太好笑了。谢谢月末的奶茶，葡萄味更浓一点。嗯，那我下次尝尝，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买葡萄味的。嗯，所以我没有尝过。我这饭桶我可以兼任嘛。饭桶不能兼任吗？因为这个清闲不怎么发糖了，所以这码头兄弟可甜了。干嘛去啊？哎呦，一些奇趣蛋日记的巧克力。过年带你回家，你谁呀，啊，你？嗯，你没地儿去是吗？哪儿送我记得吧。没地儿去找刘宇和我小喵的礼物。写充电完成的巧克力。现在的是啊，是小恶魔。那猫草是不是还要再长一节才能剪呀？谢谢小智的奶茶。他们想吃应该就吃了。嗯，我看了一下，好像就是我们要送小猫咪的那个时间，我磕的你都能装，截止到26号，所以给我一下手机。我本来以为我磕不到这个码头兄弟的，然后我就想着说，今天我意外觉得很好喝，那就看一下。今年过年有味道吗？好像是等到26号。留纹吗？留纹没有糖，所以我在26号先把它给寄回去。但是地震了，就是他好像19号还是多少号，他才开始要可以把小猫给搞回来。嗯，其实我们家之前种猫草一般都是剪完了之后给它掺在猫粮里的，也可以不剪，只要它愿意吃就可以不用剪。那的话，我必须要提前给它搞回来。天哪，这个图像好吓人！这个第三个，我刚刚以为是一个青蛙呢。哦呦，哎呦，吓人！谢河里有鱼的礼物。磕的牙疼吗？不疼啊。难道磕不动？我要在。嗯。风吹过八千里。听一下。那宝。你在干嘛？听完这首歌就和你们拜拜了。带星回不去北京。哎，我今天播过了。嗯，我是说一点想播，那播到105分吗？那我能回去吗？应该可以吧，我应该不带星吧。嗯，完了好烫。谢莱姆的奶茶，会想我的。我带星是吗？你先吃，你吃完了我喝汤。我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嗯，那我再吃两口。吃那个，这个汤太热了。嗯，感觉太硬了。
愣是要凑整，我习惯性凑整。带星被劝返，落惨。那希望我到时候，那我应该不带星。我都没有见过惨哥哎，是每个人都会带星吗？回家。怎么还有人磕落惨啊？是谁？每个地方都不一样，那我应该不带。小宝贝。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是芒果吗？只有串串，太好了，我吃个芒果。吃面还是吃串？但是我不知道它熟了没，感觉还没熟。它有可能是金芒果也说不定。是什么什么非什么芒果？那就让我打开一个看看熟了没。哎，你捏一下，哎，这个吧，感觉还行。这个红的吧，这个胖面保质期好短，这个才两个月就过去了。那个更硬一点，感觉这个保质期很短吗？是吗？他们说两个月就过去了。那可能已经过去了、啊，这个是六个月，全上海都带星了，不要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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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面写的好像是六个月，那我能去哪里？吃串吧，想吃，但是说句良心话，不太好吃，有的。我来解决。肠不好吃，但是肠跟、肠跟玉米不好吃，其他都还行。再说吧。你想我那个纸，那个、那个灯光架的那个。线吗？线 在一个在那个一那一栋上面的一个箱子里，但我忘记放在哪个箱子里了。啊，过会儿回去给你找吧，我等会儿找一下。过会儿回去给你找吧。隔离政策，有纸。回来要隔离，回来隔离那没关系。其他一会儿招回那边不隔离就行，回来上海隔离没关系。嗯嗯，两只哦，姐妹，我可以在姐妹也能磕啊，在十四。男宝，回家要居家隔离啊。我感觉等一下还是要拍视频，因为我不想那也没化妆。回家隔离也没关系，每次找中夜晚拍视频。别再琢磨这个事情。这个泡面煮宽粉，我是每天在纠结拍什么。北京现在挺严的。嗯，这个泡面汤好吃。嗯，平时都刷不到美女。啊，主要会要求一个人对。从开始直播一直吃到最后。先把肠也给我了，你不吃吗？我们吃了，我已经吃了。有点酸，抓紧，不然要等十分了。跟我敷上肉面，锅粥喽。但是感觉也还行。哇，嗯，味儿烫。好了，我也下播了。这是青芒吗？还是普通芒果？要把这个吃掉就是。叫什么飞什么芒？太妃芒？我瞎猜呢。我想，主要是我想吃到里面。嗯、这个小白的小叮当是小白菜吗？我感觉我都不认识这个 ID 了。如果里面也是酸的，晚安，不行，不错，要带板凳再吃。太辣了。嗯。